欢迎收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是 Mike。 首先我们照例来了解一下昨天的最新市场情况。那么澳洲股市呢，在昨天周一并没有开出一个好头，因为主要的银行股有所下跌，拖累了大盘，最终是下挫大约是 0.4%， 收盘在5725点左右。中国股市呢，则一改以往的弱基表现，走势强劲，上证指数收涨了 0.6%， 目前再一次接近于3300点大关。深圳方面呢，也同样上涨 0.7%， 目前是冲击到了10690点附近。那么欧美国家呢，在昨天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英法德三国最少的下跌 0.1%， 最多的下跌则有 0.8%。 美国股市也一样，虽然有轻微的反弹，但是目前呢基本上依然是维持在呢历史高度以下，但是呢目前的下跌局面连续几天的下跌，目前暂时依然没有改变。在其他地方，黄金价格昨天再一次冲击1295，但是失利，目前呢是回撤到了1290附近。那么石油价格呢，则下跌了 2.3%， 再一次呢回到了周四的收盘价附近。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再继续说一下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有可能在未来四个月出现的美股危机我们昨天说到呢，对于未来美国股市下跌的一个担忧虽说美国股市昨天晚上呢有所反弹，但是幅度非常小，而且呢一点也没有改变我对于未来几个月美股有可能有很大回调的判断。我们知道呢，如果有记忆的话，不妨把时间推回到去年的11月，在美国大选当天希拉里呢是意外失败，当时的美国股市曾经一度是出现了大跌，但是时间仅仅只过了7个小时之后呢，在晚上的后半夜美股就开始了反弹，而且这一涨就涨了接近于1年。从去年11月一直到现在，美国股市应该说呢一直都在上涨，并没有出现过明确的或者说明显的回调与此同时，美元也从今年的3月份一直在开始下跌。所以说股市的下跌或股市的上涨和货币的下跌，似乎一切呢美国都把该占的便宜都给占尽了那么这一年过去的一年的走势呢，市场都把它叫做一个特朗普行情原因就在于特朗普在当选之时宣扬的将会减税、增加开支促进经济，同时呢帮助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以及减少对金融的监管。这一系列的政策呢，推动了美国股市在过去10个月的连续上涨。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呢，这个美国股市也好这个和美国政府也好，就像特朗普一样，很多时候的讲话呢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但是鸡血并不是鸡血鸡血呢它只是鸡血，并不是灵丹妙药时间在过去接近一年之后，目前的投资者和华尔街都逐步发现了，现在美国实际情况比当初预计的要差很多除了逐步是放松了金融监管之外，这位奇葩总统到目前为止依然无法兑现其他的竞选承诺比如说减税没有通过，医疗改革没有通过，大规模的建设要增加额外的开支，以及呢更加严重的是最近几日从上周开始的这个在美国南部地区引发的种族矛盾。那这一次的种族矛盾并不仅仅是由于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矛盾，更剧烈的呢是美国主流白人之间的矛盾，这要把话题追溯到美国的南北战争时期而且呢关键的问题是这次的起初的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而是进行了模棱两可的这个评论，这直接导致呢之后的矛盾进一步激烈，进一步升级。所以说呢，再加上现在的很多华尔街的高管纷纷退出特朗普的这个金融委员会也好，或者是顾问也好，那使得市场也好，或者投资者也好呢，纷纷呢对于特朗普未来政府的稳定性和执政能力发生了怀疑所以说他折腾了一圈，2017年最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并非是德国大选、法国大选，或者说英国的退欧实际上呢，就是由这个奇葩总统所带领下的美国政府由于之前呢过高的预期值，使得现在市场的价格，整体股市价格也好，或者其他的商品资源价格也好，已经远远超过当前所应该在的合理范围内。所以一旦发生未来的实际结果与预期值不同，那么必然就会产生价格的调整，简单的说就是回调所以关于这一点，这是市场在过去的8个月并没有引起重视的。
所以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的是，咱们看一下身后这幅图。昨天说的是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可能道琼斯指数仅仅代表了主要的工业国，而是工业这个行业。那么标普500应该是覆盖了美国最大的500家上市企业。在标普500过去一年的走势中，我们看到呢，除了在2016年10月底11月初这一次就是由于美国大选导致的波动之外，绝大部分情况标普500都延续着一个向上的行情，即便是有小的回调，但始终没有打破长期的蓝线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一次美国股市标普500已经连续1、2、3、4第四天低于了蓝线阻以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是过去一年之内没有发生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走势继续延续，再往下跌破呢下面的支撑线以下，也就是大约是有60个点的幅度到2357点左右，一旦跌破了这个价格，那么美股将造成更多更严重的下跌。那实际上来说呢，不用下跌这么多，只要它再创一次新低，也就是跌破昨天的低点，那很有可能市场呢就会提前判断美国股市将会进入一个回调姿态啊。所以呢，我们投资者一定要引起重视，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剩下的4个月，美股将会有重大行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热门话题。最后，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是澳洲时间10:30加拿大的核心零售业数据，这对于家园来说将会有那比较剧烈的变化。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